太过分啦！你点可以未经人哋同意之下，先至用人哋嘅相片改图，仲 post 埋上讨论区添？佢平时对我哋咁衰，我先谂住喺网上整蛊翻佢啫嘛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咁样做系网络欺凌，系唔啱噶？对于当事人嚟讲，会造成好大嘅心理伤害噶。系咯，之前我喺网上俾人恶意批评嗰时，我真系好唔开心啊。所以我咪谂住改佢图帮你出气咯。小朋友，千祈唔好咁做啊！如果不幸被网络欺凌，你应该一唔好同欺凌者争辩，以免引发更多欺凌信息；二立即向家人、老师或者社工求助；三向有关网络平台要求删除欺凌信息；四暂时离开有关社交网站或讨论区，等情绪回复平静；五如果情况持续，就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寻求协助。数码新世代，向网络欺凌说不。